欢迎大家收看第847期每日点兵节目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上了战场，碰到了一个黄皮肤黑眼睛会讲中国话的敌军华人士兵，你会开枪吗？不同的人呢，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人可能觉得华人士兵在血统上也是同胞，不想轻易与之为敌。还有人认为华人士兵照样是敌人，与其他敌军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两方呀，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。任何一个国家在组建军队的时候，一定首先考虑本国国民，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，本国国民都要比外国人要值得信任。如果招募外籍士兵，首先背景调查非常困难，外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而外籍士兵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国兵员不足，征兵存在困难。比如美国名义上已经取消了义务兵役制度，当兵啊全靠自愿，于是一些比较棘手的局面就出现了。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兵，首先美国经常性的对外战争已经让普通美国青年对参军产生了恐惧，还有美国适龄青年的身体素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15岁以上的人口肥胖率高达38.2%，因此在体检这一关就筛掉了很多人。虽然2017年的数据显示，美国年龄17至24岁的适龄青年数量并不少，约为3340万人，但是这其中既对参军有兴趣，又满足美军征兵要求的人可就没那么多了，只有尴尬的13.6万人，而这个数字仅能勉强填补美军的兵员缺口。拿美国空军来说，飞行员的需求量是20352名，而现在美国空军只有18808名飞行员，缺口达到了1544人，其中战斗机飞行员缺口1211名，其他军种的情况也照样不乐观，缺兵成为了美军一个很头疼的问题。所以开放外籍士兵入伍势在必行，特别是吃苦耐劳的中国移民。到2017年，美国军队中服役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6000多人，当然称这些人为中国人可能不太准确，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或正在准备放弃中国国籍。那么这些中国人又是因为什么而加入美军的呢？首先，美国全面实行志愿兵役制度，军人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，一个刚入伍的新兵每月就可以拿到2000美元左右的薪水，还有各种补贴，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收入还会增加，而且当兵期间的衣食住行全都由部队包办，这些钱属于净收入。这样算的话，当兵的收益可能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了。还有退伍以后的各项福利待遇也会继续，如果想求学，美国政府会提供1到2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如果想从商，政府还可以免去几年的税收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根据美国的政策，外籍士兵在服役期满后可以获得美国绿卡，这对于很多想成为真正美国人的外籍移民来说极具诱惑力。当然如今优厚的待遇在过去外籍移民是无法平等享有的，尤其是长期饱受排华法案残害的华人移民更没资格。说起华人士兵，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吕超然这个名字。吕超然是2代移民，祖籍广东，生于旧金山，虽然生在美国，但是他小时候上过华人学校，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，这位后来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埋下了伏笔。吕超然1944年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，但是因为他是亚裔，所以备受歧视，一直也没有机会执行真正的作战任务，直到后来在他的一再要求下，才最终被派上了朝鲜战场，成为了一个机枪排的排长，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军官，而他的对手就是中国军队。好不容易获得了上战场的机会，吕超然十分急切地想建功立业，与自己曾经的同胞作战时十分勇猛，总是冲在最前面。1950年11月2日，吕超然的部队与中国军队交锋，中国军队的攻势非常猛烈，让美军一度陷入困境。这时的吕超然做了一件极其狡猾的事情，他利用自己中国人的样貌独自上前，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军队阵前，大声用中文喊道：别开枪，我是中国人。当时的志愿军战士们大为惊讶，这怎么还有个穿着美军军装的中国人呢？就是这么一愣神，让中国军队付出了血的代价。美军迅速抓住机会，占据有利地位，展开反击，最后成功突围。此役之后，吕超然一战成名，成为了美国英雄。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，吕超然又多次利用自己的样貌和语言优势故技重施，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。朝鲜战争后，吕超然被授予了美国海军十字勋章，纽约时报称其为率领美军与中国作战的华裔英雄。2014年3月3日，吕超然因病在华盛顿去世，
终年88岁。华裔军人吕超然的行为让很多国人倍感愤怒，认为吕超然有中国人的血统，却与中国人为敌，是十足的汉奸叛国者。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华人士兵也是同胞，多数华人士兵加入外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我们不应该过多苛责。另外，兵者诡道也，战场上各为其主，类似吕超然的行为也只是一种策略。古往今来，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，坑害自己国家与民族最狠的，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人。实际上，历史上中华大地每次沉沦，都离不开那些为侵略军做急先锋的同文同种的所谓的同胞。而且，为了向侵略军证明自己的价值以获得认可，这些人反而更加狡诈，更加凶残。汉初的韩王信背叛汉朝，投靠匈奴，给汉帝国造成了重大损失。五代十国时，后晋的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拱手送于契丹，使得两宋300余年中原再无险可守，为后世蒙古铁骑的长驱直入创造了条件。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麾下的戚家军斩杀倭寇，几无败绩，而损失最大的临敦之战就是因为汉奸通敌。当年血雨腥风的抗日战场上，流着中国血的伪军数量甚至比日军还多，这些二鬼子汉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以此类推，认为外军华人士兵是同胞，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无脑的行为。小冰冰觉得，华人士兵从穿上外军军装的那天起就已经不是中国人了。正如一个退役老兵所讲，战场不是讲情义的地方，穿着敌军军装并拿着武器的人就是敌人，就要毫不留情地消灭。爱国本应是一个人最朴素的情感，一个中国人就算加入了外国籍，也改变不了自己黄皮肤与黑眼睛。如果一个人能把枪口对准曾经养育过自己的国家，那我们也不必对这种人有任何的同情了。